禮儀的開始，禮儀的開始，我們會用十字聖號去開始。我們祈求天主帶領整個禮儀，祝福一對新人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各位亲友，今天我们欢聚在天主的圣殿，一起参与 Justin 和 Kylis 的结婚典礼，表示我们对他们两位的祝福和支持，并为他们的结合作证。婚姻既是天作之合，也就让我们祈求天主降福这对新人永结同心，白首偕老。现在就让我们同心祈祷。上主，求你都俯听我们的祈祷，福佑新郎新娘，他们在你教会以及亲友面前结为夫妇，求你都降福他们相亲相爱，白首偕老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为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请各位坐下。公读创世纪，天主说：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，照我们的模样造人，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、各种野兽以及所有爬虫。天主遂照着自己的肖像，就是照着天主的肖像创造了人，创造了他们男和女。天主降福他们说：你们要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克服大地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以及所有地上的动物。天主看见他所做的一切，觉得样样都很完美。上主的话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，敬畏上主的人，遵行他道路的人真是有福。你将享用双手勤劳的成果，你将生活幸福，万事亨通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。你妻子在你内室，好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子女围绕着餐桌，好像橄榄树的嫩枝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。请喝，敬畏上主的人就这样有福。愿上主从希翁降福你，使你终身得享耶路撒冷的幸福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。福音前欢呼，请各位起立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如果彼此
读圣马尔谷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犹太人说：创造之初，天主就做了男和女，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可见他们已不是两个，而是一体了。那么，天主所结合的，人当然不能拆散。上主的话。各位亲友，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日我们来到这里，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和支持，并且呢见证他们呢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。不知道这一刻他们的心情是怎样，又或者有什么说话想跟大家说，又或者我会问他们什么呢？现在过一过去问问你先。点啊，新人，你哋两个而家嘅心情点啊？Ladies first 啊，我俾我老婆。哇，好爱妻子嘅噃，让女士先。OK， 新人子点啊？依家心情好紧张。点解咁紧张啊？我都唔知道。系佢咁紧张，我哋俾啲支持佢啦，掌声啊！系咪好啲？好，多谢晒，到你啦，好紧张，太太又紧张，你呢？我都有啲紧张，但系我好兴奋。点解啊？因为踏入一个新嘅阶段。因为踏入一个新嘅阶段。因为三十几岁人突然间踏入一个新嘅阶段，系好兴奋。O K， 好兴奋，都要俾啲掌声支持佢啊！一个就好兴奋。一个就有啲紧张，会唔会在座结咗婚嘅你哋，当日你结婚嘅时候都系咁嘅心情呢？在座嘅你哋啊，相信咧今日你哋嚟到呢度，肯定系为咗对一对新人支持佢哋，俾佢哋一啲鼓励。咁要问大家一啲问题先。结咗婚嘅在座，请举手。哇，都唔少喎，犀利！好，咁啊，唔好咁快放手住，仲有問題要問啊！過緊婚姻生活嘅大家，你哋覺得過好嘅、開心嘅婚姻生活容唔容易啊？容易嘅請舉手。哇，都有唔少喎，非常好喎，嚇！啱啦，啊，為一對新排仔咧，啊，今日大家嘅舉手咧。都真係俾佢哋一啲嘅鼓勵同埋支持。究竟我哋點樣俾佢哋一啲支持呢？面對今日嘅世代，離婚率咁高，咁多誘惑，咁多挑戰，究竟點樣先能夠有好嘅婚姻生活呢？你哋驚唔驚啊？咁多誘惑喎。可以用驚嚟形容。要警醒咯。警醒，系啱啊！阿张林奇啊，一定要俾啲。系你咧，新娘子。唔惊。唔惊，点解？因为有耶稣，冇问题。好，有耶稣 ，OK。佢哋一个好嘅地方系有共同嘅信仰，有耶稣基督。相信耶稣基督的的确确系我哋一个好嘅榜样。佢教我哋點樣去愛，不過喺愛嘅過程當中，有都有試煉嘅喎，都有誘惑嘅喎，咁點算呢？我分享道理之前咧，都問下佢多少少嘅問題先。我想問今日嘅讀經咧，邊個揀噶？係我做嘅。點解你揀呢啲讀經嘅？因为神创造天地本身就是用他的说话，用他的爱去创造这个天地，所以我会选择这个经文。创世纪。是的，创世纪。怎么啊，新娘哥，对于新娘子所选的，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我没有意见。完全认同。认同。啊，夫唱妇随挺好啊。那啊，除了读经一福音呢，福音是谁选的？
福音都是我们一起选的，这个是。是嗯，为什么你们选这篇呢？因为不知道。因为不知道啊。唔记得咗啦。唔记得咗系，可能好似头先所讲，太兴奋、太紧张，唔记得咗啊。唔紧要，邀请你哋咧喺往后嘅婚姻生活当中，都有啲时间再去睇翻呢篇读经。其实好有意思啊，提醒我哋二人成为一体。他们要离开自己的父母，建立新的家庭，开始新的阶段。究竟怎样才能够做到呢？在这一刻我想问他们一些挑战高一点的东西先、啊、有些难度的、啊、新郎哥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个太太的优点、啊、要太多了，要揀一個。是你揀一個先啦，太多是好事嚟嘅，一個得噶啦嚇。非常細心。非常細心，好。咁新郎哥有咩優點啊？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。善良嘅人，好細心啊，好啊嚇，兩個都係好嘅優點。咁有優點有缺點嘅喎，咁有啲咩缺點啊，太太？又好多當中要有講一個，定係得一個先？太細心啦！太細心。OK， 原來細心係好嘅，亦都有唔好嘅。OK， 好，你咧？佢都真係太善良啦！太善良，即係點樣太善良？係個缺點啊！你解釋一下先。太善良，有陣時我唔中意佢俾人欺負。OK， 你要保護佢。冇錯。好啊，幾好啊，太太保護啊，先生。的確，每個人都有優點，有缺點。在座過緊婚姻生活嘅，剛才問大家要過得有個好嘅、開心嘅婚姻生活，會唔會好似剛才太太所講嘅？願意去保護對方，願意去承載，唔係淨係忍啊，忍呢都仲有次數限制㗎、啊、真係承載，願意積極咁樣去接受對方嘅優點啊，優點梗係開心啦，缺點同樣願意去接納，好使佢哋嘅婚姻生活過得美滿咧。咁咧，翻翻台上面啊，你哋可以放鬆啲，唔使驚啊嚇！我哋都冇緊張過。係咩？啊！如果佢哋真係要過一個好嘅婚姻生活，有啲乜嘢地方佢哋要注意嘅咧？喺呢度咧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啊，即係呢個係一個真事。咁好多時咧，婚禮嘅時候都會有以下呢首音樂。在座的你们又知不知道这首音乐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不说的？是吧？再把你的回事知不知道这首音乐是谁作的呢？有冇邊個未聽過呢首音樂？未聽過嘅請舉手。相信可能大家都聽過啦。如果你參加個婚禮，都有機會聽過呢首音樂啦。呢個 Wedding March， 知唔知呢首 Wedding March 係邊個作曲？俾三個選擇大家揀下啦。A. 莫扎特 ，B. 貝多芬 ，C. 曼德爾松。是 C， 曼德爾遜啊，好快啊，先生！我想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一個真人真事，關於德國嘅名作曲家曼德爾遜。話說曼德爾遜嘅爺爺 Moses， 佢咧係一個好好心地嘅人，不過佢一個缺陷就係、是、咧。即使佢幾好心地都好，人哋都好讚佢都好，佢天生咧係駝背。
後生嘅時候，佢遇上咗一個商人嘅女。呢、這個女仔咧好靚，好似天仙下凡咁靚。咁啊，於是咧即係摩西見到佢咧一見鍾情。於是佢就同即係佢希望咧能夠即係結識到呢個女仔。佢甚至摩西咧同佢身邊嘅朋友講：啊，將來我一定要娶呢個女仔做我嘅太太咁樣。啲朋友咧就笑佢講話：，唉，你唔好傻啦。雖然咧你就好好人，不過咁喎，你有身體上啲嘅限制喎，佢唔會揀你嘅，算罷啦你。跟住咧，摩西真係好有決心嘅，佢同啲朋友話：我一定會讓佢成我太太。有一日，摩西遇見呢個女仔夫子，佢同佢講，佢想識佢做朋友。點知咧，夫子見到佢嘅外形駝背，於是就眼尾都唔睄嘅。其他朋友咧就笑話摩西啦，都話你唔得噶啦，放棄啦。點知咧，摩西咧好有決心，亦都肯定話佢一定將來係我嘅太太。咁啊，於是咧，摩西就派要離開個地方，要翻返自己鄉下。佢今晚撞到嗰位夫子，佢就問咗一個問題，咁話：啊！夫子小姐，你信唔信姻缘天注定啊？夫子咧听到佢咁问，佢点点头，冇讲其他嘢。跟住摩西就对佢咁话：，其实咧，我出世嘅时候咧，天主曾经同我咁讲，我嘅将来嘅太太系一个驼背嘅女仔。于是听到嘅时候，摩西就好心痛咁样同天主咁话：天主，如果一个女仔驼背嘅话，好惨噶。不如咁啦，你将佢嘅驼背俾咗我啦。将我嘅美貌，将我嘅好嘅特质，你俾咗我嘅未来太太啦。听到呢一度，夫子好感动，于是佢接受咗摩西。甚至成為佢嘅太太。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藉住剛才呢個真人真事，提醒我哋啲乜嘢咧？婚姻當中，我哋見到對方有優點，梗係開心啦。但係咁喎，往往喺我哋生命當中，我哋都有好多嘅限制，好多嘅不足。當我哋見到人哋嘅對方嘅唔好嘅地方，有陣時我哋會唔中意。所以我相信在座各位婚姻生活嘅，你哋都会认同好嘅婚姻生活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质，就系唔单止忍，忍咧都仲有低层次，高层次嘅系咩啊？愿意承载，愿意接纳，出自一份真心，接纳对方嘅限制同不足。只有你愿意接纳对方，让你们的婚姻生活都变得美好，这个是第一个特质。同样另外两个特质是什么呢？两位都是基督徒，信耶稣，日常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生活方法解决的问题，好奇怪，那怎么办？邀请你们无论几忙都好，每日用少少的时间，少少就够了，一起祈祷，在祈祷当中将你们的无论开心不开心，在祈祷里面一起告诉天主，一起去分享支持担待。这一份使我们能够在软弱当中不单止祈求天主给恩宠你们，同样透过你们的分享彼此支持，让你们在困难当中记得一阵间你们所作出的许诺。
你一陣作出的許諾是什麼？當然你做了功課啦，我知道你們能夠背到這一刻，背到個承諾啊，不看例如書。婚姻承諾是什麼？新娘子和新郎哥，不看答案，要一生一世終生不渝。是在座的各位，幫幫幫他將一次的婚姻承諾付出來。講什麼？不看本書，記不記得？哎，我讀一次給大家聽啊。 A 或者 B， 我現今鄭重承認你作我的丈夫為妻子，並許諾從今以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，終身不渝，願主垂教你。所以希望你們透過祈禱的生活，記得不單止你彼此支持，同樣在你覺得軟弱無力的時候，記得一陣間你們的三個愛世，記住這個許諾不是只是一陣間教會的要求，這個許諾是一生一世。第二件事講了啦，一起祈禱。最後一樣需要大家的幫手，就是在座各位的代禱和見證。今天在座每一位，你來到這裡見證一對新人，他們進入人生的新的階段，你見證住他們一息間作出的承諾，可能在將來那天他們會覺得很困難很棘，不知道怎樣去過那些困難的時刻。請你們，如果他們找你幫手，請你們的耳朵給他們，請你們給一些支持的說話給他們，鼓勵他們在你的生活當中為他們代禱，好使他們能夠將今日所作的承諾一直生活。他們兩位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大家做到嗎？做到啊！記住，難應承諾啊！就讓我們都透過這三個重點，幫我們繼續在用我們的方式給他們支持，好使他們的婚姻生活過得美滿。透過他們的婚姻這個節點，見證主的愛如天主祝福大家。Justin、Callis， 你們今天來到天主的聖殿，在天主、教會、雙方的家長和各位親友面前締結婚約。你們知道夫婦的愛是多麼神聖，婚姻的責任是多麼重大。你們也都知道，你們既然是天作之合，必須終身相守。現在我以著教會的名義，請你們鄭重表明你們自己的意願。 Justin， 你是否自願與 Callis 結為夫婦？是，我自願。 Callis， 你是否自願與 Justin 結為夫婦？是，我自願。這樣你們選擇了，既然選擇了婚姻生活，你們是否都願意一生互相敬愛啊？是，我們願意。你们是否愿意接受天主赏赐的子女，并按照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训导去养育他们啊？是，我们愿意。你们两位既然愿意结为夫妇，就请你们握住双手，在天主和教会面前互相订立你们的婚姻盟约。好，你出来先，等大家都见到他们的见证啊。
記唔記得？可唔可以借助工具？要啊，好，你先幫手握住手啊，係啦，你握住新娘子隻手，係啦，係啦，好，望住咯，唔好望，淨係望住紙喎。孔惠佳，我如今郑重承认你作我的妻子，并许诺从今以后，无论环境顺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你，为你牺牲，一生保护你，承担及照顾你，终身不渝。愿主垂鉴我的意愿。尹卓轩，我如今郑重承认你作我的丈夫，并许诺从今以后，无论环境顺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、尊重你，为你牺牲，一生保护你，承担及照顾你，终身不渝。愿主垂鉴我的意愿。愿天主降福。这对的婚姻戒指，请你们互相交换，作为亲爱忠贞的信物。我给你戴上这戒指，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。愿主助佑我们。尹卓轩，我给你戴上这戒指，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。愿主助佑我们。愿上主，系你可以望住我啦。系，得。愿上主慧言坚固，并降福你们在教会和亲友面前所作的婚姻盟约，并赐给你们永远的幸福。但愿天作之合，白首偕老。阿门。是一起打大声啲。阿门。
噶啦，冇噶啦，快啲。哎各位亲友，各位亲友 ，testing 系，各位亲友，今日 Justin 同埋 Callis， 佢哋喺天主同埋大家面前结为夫妇，而家就让我哋为呢对新人同埋我哋每人嘅需要向上主祈祷。请为新郎新娘祈祷，求主赐予他们能够以基督的爱互相敬爱，同偕携手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教会祈祷，求主助佑我们忠信于基督，为世人互相敬爱，精诚团结而共同努力。为此，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香港社会祈祷，求主把你嘅光明、公义、智慧、希望与平安带俾香港市民，让我哋能够接受眼前嘅挑战，并且勇敢地克服种种困难。为此，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所有家庭祈祷，求主恩赐父母子女克尽己职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彼此相爱。为此，我哋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今日参加婚礼的亲友祈祷，愿主恩赐我们喜乐平安，在生活当中互相鼓励，彼此服务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现在就让我们静默片刻，为各人心中的意向向天父祈求。求主抚慰我哋心中嘅苦涩，为此我哋同声祈祷。耶稣，而家就让我哋众口同声，用主耶稣基督亲自教我哋嘅经文，我哋一齐向天父咁样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也请一对新人来到祭台前，接受上主隆重的降福。慢慢，不用急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我们既然见证了 Justin 和 Callis 的婚姻盟约，让我们祈求天主永远降福他们，保护他们。
圣父，万有的创造者，你按照你的肖像创造了男和女，并乐意降福他们的婚姻。我们为今日的新婚的夫妇祈祷，上主，求你都多多赐予福泽给新郎新娘 Justin 和 Kylis， 使他们善导夫妇生活，生男育女，延续人类，扩展教会。上主，愿他们欢乐的时候赞美你，忧苦的时候投靠你，工作的时候蒙你助佑，困难的时候得到你的抚慰，在信徒聚会时向你祈祷，在生活中为你作证，愿他们白首偕老，与各位在场的亲友共享永远的幸福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各位在场的亲友，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我们既然见证了新人的婚姻盟誓盟誓，就让我们同他们在一起，在生活当中为天主的慈爱做见证。
主教书院的守灵队为我们有这么好的演出，还有今天的守灵队，我们都很感激大家帮我们演奏这么好听的音乐。咁讲嘅就梗系会紧张噶啦，咁所以都要拎个电话出嚟望望先。其实今日咧，我哋大家最 surprise、最感动嘅咧，就系估唔到我哋两个结婚圣游大堂可以坐到咁多人咁。是真的很感动，所以很多谢大家的出席，很多谢大家的来。本来呢我就想着这个位置就应该会很紧张的，但是现在呢我又不是很紧张，不是很紧张我就怕自己讲错话。咁咧，首先咧，我想多谢 Kylie 嘅爹哋妈咪啦，同埋屋企人啦，对佢一路嘅照顾啦，一路嘅养育啦。爹哋妈咪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佢，我会好好咁爱锡佢。咁同埋我哋都要多謝我自己屋企人啦，咁爹哋媽咪啦、細佬啦，一直喺我嘅成長當中都扮演一啲好重要嘅角色。咁我今日嘅有嘅所有嘢，好多都係佢俾我嘅，所以我好多謝佢哋。同埋我想多謝我嘅即係其他屋企人啦，伯伯啦、叔叔啦、大姨媽啦、舅父啦、三姨媽啦，同埋今日好不幸地出席唔到嘅姑媽啦。咁我好愛呢個屋企，大家俾我嘅愛，我好感受到。每一次大家一齊食飯，我都好開心，無論是新年好、中秋節好，各樣嘢我都很開心。同埋我都想加多一句，我都掛住媽媽。咁同埋我特別想感謝我嘅表哥表姐特登翻嚟啦，遠道而來參與我哋嘅婚禮，我知道唔容易啊。咁當然仲有我嘅兄弟姊妹啦，即係我嘅兄弟啦 ，Kylie 嘅姊妹啦，我哋今日嘅兄弟姊妹團啦，佢哋為我哋做咗好多嘢啦，咁好感激，好感激。好多謝聖猶達堂嘅教友啦，聖猶達堂係一個長大嘅地方啦，雖然過去嗰幾年好耐都冇見，咁但係。我一同大家講話，我會喺度結婚嘅時候，個個都會同我講有咩嘢就出聲幫手啦。咁結果都真係幫咗好多手，所以好多謝大家。咁我亦都好多謝Kylie 嘅教會啦，以馬內利使徒教會啦。咁佢哋對我哋嘅關係，俾我哋嘅支持，雖然佢哋今日唔喺度，但係。他們給我們的關給我們的支持，一直 support 我們的維繫這一段關係，都非常重要，所以都很多謝他們。還有很多謝今天所謂的 church team 啦，有 Diana 啦，有 George 啦，幫我們做領經和讀經啦。再次多謝 Handbells team 啦，咁同埋多謝銘源啦，銘源今日都扮演咗個好重要嘅角色。今日嘅工作人員啦，我驚我數唔曬，我冇寫低呢個。Nelson 啦，同埋 Crystal 啦，
咁同埋阿草嘅一條 team 啦，阿草係我哋今日嘅攝影師，咁亦都好多謝你哋嘅幫手。咁同埋都有好多今日嚟唔到嘅人啦，例如我啲同事啊咁樣啦，咁我亦都好多謝佢哋啦。咁仲有最後最重要嘅就係我多謝我老婆。首先，因為佢好詳盡啦，已經因為呢啲我記唔到咁多，如果一緊張我就個腦已空白一片。同埋我諗想特別都要多謝我嘅今日嘅 wedding team handbells team 啦，因為其實籌備呢一個嘅handbells 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啦。咁好感激佢哋，即係首先多謝高 Sir， 係高 Sir 喺嗰邊，就係佢幫我哋去 manage 呢一堆嘢。一啲都唔容易，我知道，同埋多謝你哋成就咗我嘅夢想，因為多謝你哋用 handbells 送我出嫁。另外，我都要多謝恩主教書院我嘅學生，佢哋知道佢哋今日係特登抽空嚟啦，要考 mock test 嘅有 mock test 啦。多謝你哋不枉我。搞咗你哋咁耐啊，做得幾好，唔錯，要讚下嘅。同埋我要再一次特別多謝我嘅屋企人啦，因為我唔識講，我就係好愛你哋每一個，亦都係好感激你哋。個個都咁錫我，知道你哋每一個都好努力，好努力去幫我，好忍受我所有唔好嘅嘢，同埋，裡面我知道呢一兩年裡面，我哋大家都會有好多唔開心嘅時間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好開心嘅時間，我永遠都會好記得，所以我愛你哋。亦都要多謝 Justin 嘅屋企人，因為每一次同你哋食飯嘅時候，你哋真係好好愛我，好包容我。亦都好多謝 Justin 嘅爹哋媽咪，因為你哋係當我真係親生女咁樣嚟照顧，多謝你哋。亦都同埋要多謝我嘅兄弟姐妹啦，佢哋就係仲有好多買一送一嘅 plan 啦，啲老公都要嚟幫手啦。咁好多謝你哋，咁同埋就係多謝每一個抽空嚟出席我哋婚禮嘅每一位，多謝你哋。我而家諗唔到嘢啦，已經，所以想借大家嘅掌聲，多謝翻你哋自己。仲有一個差啲唔記得咗，要多謝麥英健神父，我哋今日主持今日嘅禮儀。
膝頭哥，膝頭哥望下你。一路扶啦，再扶多次。Okay.